外面这件先跟大家说，它很有趣，它其实放下来是长这样子的。再来呢，它呢是这样子，可以绑起来做自己的腰身，然后完全不会贴。再来呢，我先拉一下弹性，刚刚我稍微这样扶一下，因为它的弹性超级好，好到就是孕妈咪，我觉得大概六个月以上都可以穿的一个。真的很弹，真的很弹。然后呢，你稍微把它整理一下，颜色呢，这一次呢很特别，选了这个豆沙色跟灰色两个颜色。然后它一样哦，你觉得要不要穿无痕内裤？我觉得穿无痕内裤会好看一点点。这一件呢，本人呢今天没有穿任何的内衣，就是穿我们家的小可爱。那你要穿细肩带的、平口的、削肩的小可爱，通通都好。再来呢，这个叉呢不用担心它走光啦。妞儿带小朋友啊，三个小朋友走来走去，走上又走下，抱起来蹲下来，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。另外一个颜色明显的不太一样，灰色是走比较休闲感的感觉，比较休闲感的感觉。但我自己很喜欢灰色，灰色一样是很显瘦，它完全没有胖的问题，你只要换上无痕内裤，我觉得会更漂亮。然后本身它屁股不是超级贴臀的，所以呢，你看它的弹性这么的好，所以呢，大家也不用担心啦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胸围绝对都穿得下。